的城墙，那下面这些都是养珍珠、养这些生蚝。你往前面看，你会看到那个山坡有一条那个道路。当然不能跟那个中国的万里长城比，这个是小长城，在这个克罗埃西亚的南边的这个城市。那石洞的话呢，它有分成两个村庄，一个就是同名的这个石洞，那另外一个呢叫马里石洞。那主要的生蚝养殖地、珍珠呢，都是在马里石洞这个城市。那他们中间呢，距离车程大概五分钟的车程。我们等一下到石洞之后呢，那下车不用带导览机，我们就哪边下车就哪边上车。我们下车拍个照，然后休息一下，我们再回到这个车上。那等到的时候呢，我再跟大家讲这个时间。